交通部长王国材与立委许志杰以及当地的民代实际走访台铁的高雄机场，已经有着47年的历史，占地32公顷。迁建之后，历经6次的审议，终于通过都更。只是哪些要保留，哪些要活化，如何转型，成了争议的焦点。事实上在，在台北机场的这个前区保留哈，那我们现在也发觉说，它有经营上的一些困难啊。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说，让它这个园区能够永续经营了。意思说应该有一点其他的开发的收入来挹注它整个这个园区的保留。那基本上就是说铁道一定要留着，这是一定的。还有我们的主要这一个场馆要留着。那其他的部分做一个整体的开发的规划，这个部分细节我们会在陆陆续续大家交通部跟我们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再来做研商。交通部希望部分开放商业设施来挹注园区的运作，立委许志杰也认为应该兼顾文化与商业，比照博尔特区的开发模式。不过当地的里长却有些维持，因为都是看新闻报道才知道有变更，并没有真正纳入当地民众的期盼。我们很多案子的文创案太多，反而太乱了。那我们是要求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文创案缩小到1至3个就好了，控制在3个以内，而不是全部都是文创。因为你搞那么多文创的时候，搞得不伦不类。四月底通过的新方案版本有不少的差异，引发各界讨论。甚至交通部长王国材到机场考察，也要求台铁局可以先做出模拟，再来讨论，才会有具体的想法，而不是在纸上凭空想象。这个看这种图，看不出它未来像什么样子啊。比如刚才这位里长讲很对，特文这么多，到底以后，我的布点是什么东西？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一个类似模型啊。有了台北机场全区保留造成经营困难的前车之鉴，未来高雄机场该怎么打造成具有地方文史意义，又能够带来具体营收，并且带动地方的发展，市府也释出诚意，将会再举办公听会，以听取各方的意见。记者高雄综合报道。